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Coding 迪士尼。这一节是我对以前12课时中提到的一个算法的一个错误的修正。在最近跟一位同学在商量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在12课时的时候，对这个整形数组中构建元数之和能整除数组长度的子集这个算法呢，在第12课时的时候我给出来的做法是错误的。所以我在这里利用这个视频对原来的错误进行校正，并对由此给大家带来的麻烦和不便表示深深的歉意，对不起大家。那么在这里呢，我把这个题目再重新分析一遍，并把原来的算法给修正下来。那么根据我检验，这次修正应该是正确的。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后面我会再把会不断的完善，然后再把完善的结果呈交给大家。OK，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假设 A 是一个整形数组，那么它含有 n 个长度，含有 n 个元素，那么数组中的元素呢是可以重复的。那么题目的要求是设计一个算法，找到一系列下标的集合，使得这个下标所对应的元素之和能够整除这个数组的长度，也就是这个 n，也就是模 n 等于零。那么给定一个例子，就是在这里面我们给定一个这样的例子之后。我们这个 i 的集合，也就是下标的集合是零一三，那么我们找到第一个是427和第三个在0101717434995，那么这三个元素合在一起呢，它们的和是正好能够整除数组长度10的，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找到构建出一个找到这种集合的一个有效算法。那么这道题呢，其实是比较难的，要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的话，我觉得可能性来说还是比较小的，特别是大家如果以前没见过类似的题目的话。那么处理这道题呢，我们需要解决2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必须证明这样的集合它肯定是存在的，如果不存在的话，那就没有必要花时间精力去找了。那么只有在这样的集合一定存在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去查找，去开发相应的算法，找到合适的集合。首先，我们要证明的是满足这个条件的集合子集一定是存在的。第一，那么我们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呢？首先，我们便利，如果这个数组 A 中我们便利一次，发现如果它含有的元素是零的话，那么这个零的元素就肯定能满足题目中的条件，对吧？因为零整除任何数值都会得零，所以如果这个数组中含有零的话，那么满足条件的集合就是这个零元素。假定整这个数组中没有零元素，那么并且这个数组 A 只有一个元素，只有一个元素，这就意味着这个数组 A 的长度为一。那这样的话，任何数都能够整除一，所以如果数组 A 的元素只有一个的话，那么数组 A 本身就是满足条件的这个子集，所以也很容易证明。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看的是，如果 A 不包含包含不止一个元素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么 n 等于一的时候，我们已经证明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用这个归纳法来去证明，这个 n 等于任何值的时候，这个子集仍然是存在的。我们假设这个 n 等于 k 的时候是存在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如果当这个 A 的数组含有 k 个元素的时候，我们能找到这里面一个子集，使得它能够整除这个 k，因为 n 等于 k 嘛，所以在这里面这个 n 就转化为 k，找到一个子集，使得子集中所有元素之和正好能够整除这个 k。那么当 n 等于 k 加一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如果当 n 等于 k 加一的时候，我们从这 k 加一个元素中任意拿出一个元素，如果拿出这个元素的值正好是一的话，那么接下来剩下的 k 个元素中，根据归纳法，我们可以在剩下的 k 个元素中找到一个子集，使得这个子集的元素之和正好能整除 k，对吧？因为这是归纳法原来假设的。那么在剩下的 k 个元素中找到相应的子集，它们的和能够整除 k 之后，再把前面拿到的这个数值为一的元素加在一起，形成新的子集。
那么新的子集的元素之和肯定就能整除 k 加一，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找到了，就证明了存在这样的集合，能够存在这样的集合，使得集合之和正好能够整除 k 加一。另一种需要我们考虑的情况就是，我们拿走的这个元素呢，它的值是大于一的时候，如果这个值大于一的话，我们就用 t 来表示。那么我们把这个元素 t 拿走了之后，那么我们剩下的元素是 k 个，因为我们现在是 k 加一个元素嘛，拿走一个元素之后，剩下的元素肯定是 k 个。那么我们肯定有这个不等式存在，就是 k 大于 k 加一减 t，因为这个 t 是大于一的。所以这个 k 加一减 t 肯定是要小于 k 的。那么根据这个数学归纳法，我们如果从这剩下的 k 个元素中随便拿出 k 加一减 t 个元素，因为 k 加一减 t 小于 k，所以我们从 k 个元素中随便拿出 k 加一减 t 个元素。那么这 k 加一减 t 个元素呢，根据这个我们的归纳法，肯定存在一个子集，使得子集中所有元素的集合。子集中所有元素的和能够整除这个 k 加一减 t，那么把这个子集再加上刚刚拿走的这个元素，就是这个值为 t 的元素，那么它们之和就肯定能够整除这个 k，对吧？那么这样的话，从这几方面结合在一起呢，我们就证明了证明了这样的一个集合，它肯定是。可以存在的，我们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接下来呢？既然这个证明了集合存在之后，我们就要想办法要找到这个集合了。那么我们怎么找这个集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把每一个元素逐渐加总之后，再对这个数组长度，也就是 n 求余之后，它会有什么性质？大家看，在这里面，我们把 a0 加 a1 一直加到 aj，然后对这个 n，也就是数组长度求余。那么这个 j 呢，它的值由零开始一直自增到 n 减一，那么这个求余它会有一个什么性质呢？它肯定会出现在一个这样的情况，随着这个 j 的不断增长，它肯定会出现一种这种情况，就是存在一个 i，这个 i 介于零和 j 之间，它有什么性质呢？这个性质就是 a0 加 a1 一直加到 ai，对这个 n 求余之后，正好等于这个 a0 加上 a1 一直加到 aj 的和。对 n 求余，那么当这个情况存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就是从 i 开始往后加，一直加到 aj，这个值正好能够对 n，整除，对吧？因为前面这个 a0 加 a1 一直加到 ai，那么正好是跟后面这一部分是相等的。那么我们后面这一部分把前 i 个元素给拿掉的话，剩下的元素之和。那么对这个 n 求余呢，得到的余数肯定是零的，得到余数是零，就是这个 i 加一一直加到 aj 呢，就正好能够整除这个数组长度。那么这个子集 i 加一 ai 加二一直加到 aj 呢，这个集合呢，就是满足我们题目中所要求的这个集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为什么一定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大家注意看一下，我们在这里面是求余，求余之后得到的结果有一个什么性质呢？得到的结果肯定要小于 n，也就是说我这个 sum 呢，求余之后，这个 sum 它的值只能取得是一，如果它不等于零的话，它就只能取一二，一直取到 n 减一，对吧？因为如果你是 n 的话，那么你这里面加和得到的值是 n 的话，那么你对 n 求余的话，那肯定就会得到了这个。求余的结果是零，那么只有在这里面加总对 n 求余不等于零的话，那么这个结果肯定是落入到一到 n 减一之间。大家注意，我们这里这个 j 呢是由零一直增加到 n 减一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求得的这个计算结果是 n 个结果，在 n 个结果之中只能取 n 减，只存在 n 减一种不同的情况，这就意味着。当这个 j 由零一直到增加到 n 减一的时候，肯定会出现一种重复的情况，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有 n 个结果嘛，这 n 个结果中只有 n 减一种不同的情况，因此这样的话，n 个结果中必然要出现重复。那么出现重复的时候，我们这里这个条件呢，
成立了。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满足条件的子集了。OK，根据这个算法呢，我们看一下代码是怎么实现的。我们的代码实现放在这个就放在这个函数里面。大家看一下，在这里面有一个 for 循环。for 循环的话，对这个 sum 呢，就是对所有的数组去求和。那么我们怎么发现？我们怎么判断是否存在这个星号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是这么做的。我们在这里面呢，先初始化一个这个相应的一个数组，然后每次求和之后，把这个求和的结果当做一个下标，到这个数组 B 里面去判断一下。那么假设求和后的这个值是 t，这个 t，然后我们看一下 bt 是不是等于零。如果等于零的话，表明星号，表明这里这个星号所这个描述的情况没有出现。如果我们发现这个 bt 不等于零的话，发现这个 bt 不等于零的话，就表明这个星号所描述的情况就出现了。出现的时候，我们这时候的目的就是要找到这个下标 i。找到下标 i 怎么找呢？我们在原来这个 aj 这个数组里面再便利一次，然后再把所有的这个元素给加起来。那么一旦加到这个元素之和，以之和求余之后，跟这个一加到从，我们从这个零加到 i 所得的和，以这个长度 n 求余之后，正好等于这个 t 的话，正好等于这个 t 的话，那么我们这个 i 就可以找到了。所以在前面加总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找不到这个 t，就表明我们现在这个 i 的值便利的还不到合适的地方，我们就把这些这个 i 的这个下标从原来的这个子集中拿掉。那么一旦找到，一旦满足这个条件之后，也就是说满足这个条件之后，就意味着我们这个 i 值找到了。这个 i 值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把剩下的子集返还回去，把剩下的子集给返还回去。那么这个子集里面包含的这个下标，就是这个满足条件的这个元素的，在这个数组中的下标了。OK，我们跑起来看一看。我们先拿一个简单的数组跑起来看一看。大家看，我们先看这个 A 只有这个四个元素，前面都是一，然后最后一个是三。这样的话，能够整除四的元素集合呢，是最后这两个，也就是这个 A2 和 A3。A2 的值是一，A3 的值是三，那么1加3等于四，四正好整除这个数组 A 的长度四。好，我们跑起来看一下。OK，在这里面，我们先对这个先给这个，我再重新跑一遍。也是断点。OK，我们看一下，在这里面呢，我们在 for 循环里面。每一次先对所有元素去求和，对所有的元素求和，求和了之后，我们到把这个求和后求余的结果呢，拿到这个数组 B 里面去判断一下。如果这个 BT 不等于零的话，就表明刚才我们文档中星号所描述的情况出现了。如果等于零，就表明情况不出现。情况不出现的话，我们就要继续求和。OK，这时候还没出现。第二次我们要继续求和，OK 还没出现，那么第三次我们要继续求和，这时候还是没出现。第四次的时候我们继续求和，OK 大家发现这时候我们这个情况就要出现了。大家看，这时候 BT 不等于零，不等于零的话就表明，当我们这个一直由 A0 一直加到 A3 的时候。这个和呢，出现了这个情况，出现了我们星号所描述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找到这个 i，这个 i 怎么找呢？我们再把这个当前数组再便利一遍，找到这个直到找到这个 a0 一直加到 ai，它的和正好，它的和整除这个数组长度之后所得的结果正好与 t 相等，那么这个 i 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
那么得到的这个下标呢，就是我们这里面所描述的 i。找到描述的 i 之后，我们把这个前面的这个0到 i 个元素全部拿掉，那么剩下的这些元素之和呢，就是我们所要找的子集了。我们看一下，在这里面，然后我们一直找，OK，这里 i 等于0的时候，我们把它给去掉，然后 i 等于1的时候，OK，我们也把它去掉，最后剩下的这个集合是2和 3，它的下标是2和3。然后我们把它打印出来，下标是二和三。大家看一下，二和三的话，二是在这里是一，三的话是最后一个元素是三。那么 a 二加 a 三就等于四，四的话正好能够整除这个数组的长度，所以我们的这个算法初步看起来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们拿一个更复杂一点的这个数组看一下。好，大家看一下，在这里面有十个元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OK，有十个元素。我们看一下运行的结果。OK，我们运行的结果是一二三四，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第 A 一个 A 一 A 二 A 三 A 四，它这四个元素加起来正好能够整除十。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元素它的个位数是四，第二个元素它的个位数是七，四加七等于十一。然后再加这个个位数是五，是16，最后再加这个个位数是二十，二十正好能够整除十，这就意味着这四个元素相加呢，它所得的和正好能够整除这个数组 A 的长度，也就是十。那么通过这两次运行来看，我们的这个代码对这个算法的实现应该是正确的。OK，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我们这一节主要是我对前面这个算法。一个错误算法的一个修正，OK，为这个我再次为我这个错误给大家带来的麻烦表示深深的抱歉，对不起。那么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谢谢大家。